就不去了，我去我男朋友家，你呢？我就不回去了，回去我家里面没有网络，不好玩。我约了闺蜜逛街，你们谁要去？我要去。我也要去。姨妈，你就不要去了，等会你回家晚的话，你妈又说我带你去鬼混了。没得事，我妈今天去亲戚家了，她不回来的，今天晚上。好嘛好嘛，我们一起去。走吧，走。你不看路的吗？你必须马上跟我的肩膀道歉。撞到了就撞到了，能怎么样？你是第一个敢这样跟我说话的人。是谁给你的勇气讲出这句话？你好大的东西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小管小管，他姐好像是初三的大姐大，我没惹不起。我晓得。啊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好，既然你们不道歉，那你们心里我等着，你们要走。哟，好大的口气哟、哦。好，我等着。小管小管，我们怎么办？哎小管，你完蛋了！你刚刚得罪人家了，你刚刚怎么那么嚣张啊？我还不是不想得罪他，你他女朋友来。小管，那还去逛街吗？啊、公干之前的都摊上打死了，我不可能。小管，你说要逛街了，走，我们逛街。我就不去了，你们自己去吧。哥哥，你还叫人家，心思我给你等着呢。哟，你动个干球了，根本是黑他们了嘛。反正我要回家了，你们自己去公干。哟，哥哥，你不是凶得很吗？我来就问跟你说话，好了，不去公干了，我们快点回家给躲起。那我们不去了吧，我们赶紧回家吧，我赶紧走。